fallen? That's right. Then. Oh. 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大幕已经开启了。那现在啊，非洲朋友以及非洲好物都已经来到长沙。那可以说啊，非洲风情的氛围感已经在长沙拉满了。那据说这次博览会啊，规模非常宏大，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参展商达1500家。今天我就带大家来长沙感受一下非洲风情以及特色美食，走起。上次来带来卢旺达咖啡，就是从我们的非常高的就是山顶那里，就是在那个大猩猩区，嘛。你为什么中文这么好？我是中国人，真的。No way！ 只不过长得黑一点，但是是中国人。我跟 Chili，Can I try it？Okay，thank you。Then。此时我还不相信这个酱会很辣啊，是有一点辣的，但是整个的回味是很甜的，特别的香。哦，可以看到我现在整个这个脑门上都是汗，脸已经红了，已经流鼻涕了。鼓是特别有力量的，然后整个的这个声音在我耳边一直萦绕着，然后这个鼓一打，感觉整个这个会场的气氛都已经起来了，感觉应该跳一个。你们这个头饰好漂亮啊！这个是我们老板前段时间刚从南非这样带回来的，用动物的那种毛发制作而成的。你也可以去看看一下。哦，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显得头发很多。Hello, say hi to Chinese people. Hi. For now, we have our platform, but so far, what we have is our platform, which is people in China that can shop, and also people in Tanzania that can shop. 就说它有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平台呢，在就可以卖中国的东西，可以卖非洲的东西，所以。He's a rich man. 理解。我们今天带的都是赞比亚的菜谱，是最有名的是祖母绿，这个菜是大概2.3克了，我们是算大概9000克了。那参加了几次咱们这个经贸博览会了？这个是我们公司这个是第一个。那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你还会来第四届吗？这个是第三届。对，一定会来，今年的比以前的比上次的更大很多，而且人多了，所以更专业，所以下次肯定比也是会比这个好。建造更好的非洲。我看你们今天买了好多东西啊！这个是咖啡，这个是巧克力，给家人分享，然后给他们带回来。你看买了这么多，这个是6包，然后这个是4包。I really like that we can sell every country, for example in Africa, because here we represent Africa, we represent for ourselves Madagascar. So it's really like the chance for us to see that and to expose.这个主展馆实在太好逛了，估计有很多好吃的，还有很多丰富精彩的活动。那除了主展馆，分展馆设在中非经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那也就是湖南的高桥大市场。那里啊，将举办非洲好物网购节、直播带货、咖啡师冠军挑战赛等等精彩活动。那7月1日至2日呢，大家可以免费预约参观博览会，快来打卡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